来来来，喂喂喂，喂喂喂喂喂，我要吃晚饭，刚刚在忙别的。拿一下吃的，好饿啊，还没吃晚饭。吃什么？不多不多，就一点点吃的而已。炒饭，一个是拌面，还有一个比较特别，这个是你们的耳朵。要不要看一下你们的耳朵？并不是我的耳朵，谢谢大家的竹子。这个是牛肉炒饭，好饿，我刚刚在忙。现在才能吃上晚饭。
不是直播吃饭，是先吃饭。这东西好大一口，这嘴大。我最近在强迫自己多吃肉，所以我每顿都吃肉。这是牛肉蛋炒饭，这是个麦克风啊，拿远了你听不到我说话。再吃一口你的耳朵，怎么了？什么还行吧，就是卤味的味道。我有点胖。哎，你知道我吃的是猪脊啊？这你都能看出来，就跟黄瓜丝飞出来了，把它放回去。哇，我跟你讲，我这个晚饭买回来已经买了有大概半快一个小时了，你看它已经坨掉了，一边是这个颜色和一边是这个颜色，这怎么办啊？搅一下，有一种吃炸酱面的感觉了。它坨掉了，能吃吧？这是我的云吞肉呢，就剩一块皮了。我把云吞都吃完，肉在这儿，肉掉出来了。舍不得我们拥抱的照片，却又不想让自己看见，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还是蛮好吃的。把窗户打开吧，对心情会好一点，这样我还能微笑着和你分别。虽然卖相不好，但味道还是可以的。啊，我又找到一块肉。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
吃饭好累哦，吃累了。看这口这么大，我能一口把它吃掉吗？骗你的，怎么可能会这样吃呢？我可是一个斯文的女孩子。舍不得我们拥抱的照片，却又不想让自己看见。这样我还能微笑着和你分别，那是我最喜欢的场面。你说那只是一段音乐，我需要纸巾擦擦嘴，但我找不到房间的纸巾了，等一下。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我脱离了。这种面呢，一旦涂了之后就好辣。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呼喊。你说要洗头，你知道今天晚上我洗头的时候，我出去找发廊，然后呢我住的这个附近没有，我就走了很远去找。然后因为我上一次来台北的时候去剪过头发嘛，我就想按照我记忆中的那个位置去找发廊，结果没找到。我又在那个附近找了一间发廊，在那种住宅的那种楼里，在二楼。我上去之前，我经纪人跟我说这个店看起来是那种给阿姨妈妈弄头发的，然后我看了一下他那个发廊的名字，我觉得还挺洋气的，然后我说应该不会吧。后来我上去一看，你们知道就是那种最古老的那种装修，然后里面只有两个阿姨，是真的是给阿姨弄头发的那种地方。然后我走进去之后，我又不好意思走，我就直接在那边洗了。但是我发现我们不应该抱这种歧视的眼光去看待他们，因为那个阿姨帮我吹头发，我觉得她吹的还挺好的，只是我头发直得特别快，然后现在都直回来了。下午的时候刚吹完那个头发，我觉得还弄挺好的，而且还蛮贵的，比我想象中贵。我没好意思说打扰了，因为我都进去了你知道吗，然后它里面除了一个正在弄卷发的一个老婆婆之外没有人了，太空旷了，如果我转身就走的话我觉得十分尴尬。我当时进去的时候有一个真的是老婆婆那个年纪，就是那种特别短的头发，然后再弄那种卷发。你看过那种韩剧吗？就韩剧那种阿姨，
什么请回答1998里面那种妈妈弄的那种卷发，她弄的那个跟那些就是跟那个1998里的那些阿姨弄的一模一样啊，1988弄的一模一样，就是那种卷发，我觉得还挺好看的。等我回头回深圳，建议我妈也弄一个。我妈巨洋气，去年还是前年，我妈来上海找我，当时我跟她已经有段时间没有见过了，我们有时候微信会聊天，但我们从来不视频。然后那次我去机场接她，见到她的时候我惊呆了，一头红发，真的是红发，你知道吗？没想到我妈这么 fashion， 是真的洋气。然后我说你为什么要弄这个红发，他说发廊的那个发廊小哥给他推荐的，我惊呆了，真的是红发，就是红色的头发，很鲜艳的那一种。前年好像，我后来建议他，我说不要去染这种需要漂的那种发色，因为你知道我头发不是发际线不好，而且头发发量不多嘛，就是随的我妈。我说你再弄两回这种红发什么的，回头还没到60就得秃了。但我妈到现在都没有秃，哎，我妈50出头，所以我应该不会秃吧，因为我跟我妈发质啊发量挺像的。不用那么担心自己会秃了。姥姥好洋气。强行认我做妈。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我要吃饱了。可能吃太晚了，有点饿过劲了，这不应该是我的食量。我就擦一下嘴。
等一下，我把我的键盘拿回来。我为了玩游戏，我还买了一个机械键盘。我不知道什么牌子哎，我本来想买菲尔克的，但是没看到。然后我就买了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看不出来，反正是个轻轴的，因为我觉得轻轴的手感比较好，就是有点吵，轻轴的声儿比较响。哎呀 What would I do without your smart mind? Hello, cool girl. Carrying me in and you kicking me out. Got my hands beating, no kidding. I can't pin you down. What's going on in that beautiful mind? I'm your magical mystery ride. So dizzy, don't know what hit me.Be alright. 我发个微博。My hands under water, but I'm breathing fine. 这歌叫什么来着 ？All of me, all of me. Cause all of me. 发个微博。唱歌我试一下吧，就是效果不太好。Perfect imperfection.来发个微博先，直播一定要发微博，不然我老收到一些私信，你知道吗？就那种特别凶的。然后就是在，你为什么不直播？你到底在干什么？就是这种特别凶。哎呀，娃娃脸，你说娃娃脸是吧？好开心啊！这句话，这耳机声有点小，调一下。All your perfect imperfection, all of me.要买，玩游戏可能会晚一点吧。我看，我 JY 很像。我有脖子啊，你仔细看啊。而且我眼睛比他大吧。All your perfect imperfection. 哎，我感觉到大家对我脖子的喜爱，突然收到了很多竹子。黑眼圈比较大，其实我觉得是灯光问题了，这个房间的灯光不太好，我只能把那个大灯关了，大灯开了就会就是整体颜色很暗，关了会好一点。
我刚刚收到那个经纪人给我发的微信，说在看我直播，然后说明显憔悴，我要跟公司申请一下，请公司出钱让我去做个保养或者打个针，好吗？请领导批准。对，打个那个叫什么东西啊？什么？应该有这种针吧？看起来不那么憔悴的针，雪藏。哎，也不看看我最近的。丰胸，不需要啊。你们走平胸路线的。下伴奏啊，我先。水光针。那个不是要在脸上戳很多个孔吗？之前我在，因为我之前加过一个纹发际线的，你们知道吗？然后他就是专门做这些的。我之前想找他去纹发际线，然后纹了一次，他那个好像是要纹两次才能把工序完全解决，但是我只纹了一次，因为太痛了，第二次我就没有去，因为太痛了，所以我没有纹好。但是他经常会在朋友圈发那种整容的东西，因为好像是有工作室之类的。然后我觉得他的传销功底真的很强，我每次看他发的那些文字，各种那个什么整，就是整体的意思就是整容改变命运。他每次可以发很多个例子，什么这个人他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在我们这做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项目，后来他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看了还蛮心动的。笑笑介绍给笑笑没有用吧？笑笑，等我再过个两年，估计秃的差不多了，我跟他手拉手去种发质线，去种植那个什么发囊，是吧？但那个好像也很痛，我就说说而已。我要再秃一点，我有点齐刘海了。哇，这伴奏下这么快，我让我看一眼，什么音质啊？居然一秒钟下好了。居然就11秒，你在逗我吗？这伴奏只有11秒。仿佛是在逗我笑。对啊，阴天啊！哇，这么过分的吗？我看一下啊。我说怎么一秒钟下好了？看那个伴奏的大小，217K，没见过这么小的伴奏。